们俩先坐着，我去把单买了。哎，服务员，买了。行了，你闭嘴吧。买了，服务员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？你让谁闭嘴了？哎。我让你闭嘴了。不打开嘴巴说话确实有点难度，不打开 APP 支付就特别简单。银联手机闪付，不打开 APP 就支付。不打开 APP 就支付，银联手机闪。手机闪付？这啥子 APP 哦？手机闪付不是 APP， 是各类手机配的